夏天就要来到，上届小水生活就是带小朋友到户外来生水。德佳乡的亲水公园打造的生水区，水质优良，非常适合和爸爸妈妈带着囡仔到家欢喜来佚佗。现在气温是越来越高，德佳乡的清水公园也将在五月四号开始放水。以德佳乡清水公园是连外县市的民众都听闻，清水公园是相当不错。以德佳乡公所同时也重视水质，通通都是采用自来水。我们德佳清水公园亲子戏水区在五月四号，对，这礼拜六开始正式开放，啊，大家记得哦，免钱的，做你带囡仔来耍。啊，咱开放的日期对早起八点，啊，到下晡五点。啊，咱这个七月八月开放四五六日，啊，其他拢开放拜六礼拜。啊，欢迎大家家长吼，一大人带囡仔做伙来这美乐，来这佚佗，停车场也免钱。所在看看，农产品够多，欢迎大家来。啊，咱德佳清水公园戏水区的水吼，啊，真安全，真清气。这就是咱较有名的观音瀑布吼，阮讲的大坑水流落来咱德佳乡的龙山净水厂。啊，咱有过滤安全的用水。啊，咱用要逐天换水吼，有你使用的时阵，啊，请大家家长做恁放心。伊除了游客伫生水区来生水以外，乡公所嘛伫边啊重新整理了空间，予游客嘛会使伫边啊来野餐活动，嘛伫遮设置了免费的停车空间，啊，佮有单位，就是要予民众省水省电嘛，嘛会使来边啊消费，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。同时，伫个乡公所嘛呼吁民众，省水的区域是公共区域，希望大家共同保持环境。欢迎光临。最新新闻整理成德佳乡采访报道。盖棺上就好要红尘咯。厝内爱准备变一变人包，这变人包内底物件有准备三天的水，甲着基本的打牛罐头、手电筒、加医疗卫生用品，甲着较厚的衫、运动鞋、加鞋垫，并实时检查健身内底物件。另外，爱注重家中的小朋友整洁变人包的所在，并约定。定级到成后，大家集合的所在，天灾人切，好加十一包，盖棺上吊，关心你。